画过这样的兔子吗？换种方法画好看的兔子，先用铅笔铺一层底色，再用橡皮擦出兔子形状，用铅笔把兔子描一遍，兔子左边涂些调子，再用棉签从左到右人我过渡，兔子右边的投影进行加深，画出兔子的眼睛、鼻子、嘴巴，最后用高光笔点出灵魂的高光，完成了。